这条好像跟地图有些出入啊！你听清楚了，一会儿从这儿拐出去，笔直往前走，就会有一个门。我已经把门栓锯开了一些，待会儿只要你们用力，就能闯出去。只不过门口可能还会有些守卫，但只要你们突围出去，就可以逃走了。我们？那你呢？我还不能走，不真还在这儿。你当真以为我是一个人来的？其他人都已经去救你弟弟了，而且你放心，有我师父司徒朗朗在。 拿下他们！是。明明，张哥，幸好你没事儿，你也会没事的。我带你出去，你也会没事。 小主公，小后祖孙还有不真，已经离开了。好，好，帮我好好照顾不真。我们说好一起离开，我会带你还有不真一起回应世，我一定可以救你出去，我一定可以救你出去。 明明，我来了，明明。
所有的事情都平定了，我就能好好陪着你。